九课，藏族的饮食。扎西尼玛，你才吃了一点点。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，再多吃点。谢谢你，小哈。可是我吃不下，我想家了。不怕，我们有麦博士，还有他的时空穿梭机。麦博士。扎西尼玛想家了，能帮帮他吗？没问题，这就送你们去扎西尼玛的家，准备出发。阿爸、阿妈，我太想你们了。这是麦博士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哈。阿妈，快拿最好的食物出来，招待远方来的尊贵客人。小客人，你尝尝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吃起来黏黏的，粗粗的，还有点酸酸的，甜甜的。这是糌粑，是我们藏族人最主要的食物。我们学校食堂的主食有包子、花卷、馒头、米饭。藏族人的主食可没那么多花样，就是糌粑。为什么？要是让我一年到头只吃一样东西，我可不行。那是因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，高原的气候寒冷，很多内地常见的作物，像是大豆、水稻、黄豆、小米都不能生长。好在观音菩萨慈悲，给了猕猴祖先青稞的种子。青稞天生就适合生长在雪域高原，收割下来的种子就是青稞粒。青稞粒炒熟了，磨成粉，就成了糌粑粉。我们藏族人走到哪儿，都会随身带着自己的糌粑口袋和小木碗，饿了舀一碗，兑上茶、奶渣、白糖，一起揉成团，就成了糌粑。青稞还可以酿酒，青稞酒是高原最好喝的饮料。青稞酒，我也想尝尝。孩子，你太小了，等你跟扎西尼玛长大了，阿妈亲自酿青稞酒给你们喝。现在啊，你还是喝酥油茶吧。嗯，好吧。咦，好奇怪的茶，我以前喝的茶都是透明的，这碗茶上面怎么还飘着油星？哇，又烫又咸，还有一股奇怪的膻味儿。哈哈哈，这是用酥油加盐巴、茶叶煮出来的，好多内地人都喝不惯这个味儿。孩子他妈，给他单独煮一碗甜茶吧。甜茶啊，就是用红茶加牛奶、白糖煮的，这个你一定爱喝。年轻人都爱喝甜茶，不过我们藏族人最离不开的还是酥油茶。听说啊，这是文成公主带进来的。我小时候，阿妈对我唱过一首歌谣，汉地来的文成公主带来了离太阳最近的茶香。是啊，据说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把茶叶带了进来，几十年后吐蕃的一位赞普生病，梦见一种树上的叶子能治自己的病，他派人去找，结果找到了茶叶。这说明古代的藏族人已经发现茶叶对健康有很大帮助。对对，我爸爸也说喝茶对身体有好处。对藏族人来说，茶叶可不仅仅是有好处，而是根本离不开。过去的西藏除了豌豆、无青，基本上没有蔬菜，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而茶叶可以弥补藏区饮食的不足，营养全面了，身体好了，当然就能预防许多疾病了。现在交通发达喽，砖茶都是坐着卡车、火车进来的，以前啊，全靠马帮。马帮？是的，意识到茶叶的好处后，藏族人开始频繁地向唐朝买茶，为了方便贸易，著名的茶马古道就诞生了。
原来茶马古道是这么来的。麦博士，可以带我和小哈去看看吗？没问题。天哪，这么窄的山道多危险啊，为什么不挖宽一些？当时的工具很简陋呢，要在岩石中开出一条路来非常困难。古人生起火来烧烫了岩石，再把冷水泼上去，再烧烫，再泼水，反反复复多次后，岩石表面出现了裂痕，再用凿子凿开，这样一点点地开出了一条路。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咦，这就是茶叶，看起来就像是砖头。是的，这种茶叶就被称作砖茶。内地喝茶一般选取茶叶的嫩尖，越细嫩就越香，也越贵。但用来做砖茶的茶叶都是最粗最老的大叶子，有些还带着叶梗，虽说香味大大折扣，但其实老叶所含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比嫩叶丰富很多，更适合藏区的需求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酥油茶喝起来很不一样。不过，为什么藏族人要在里面加酥油和盐巴啊？酥油就是牦牛奶做的黄油，在寒冷的高原，丰富的油脂可以补充热量。另一方面，唐朝时喝的茶，除了加盐巴、油脂，还会加芝麻、花生、八角、花椒、丁香，有的甚至还会加牛羊肉呢。所以酥油茶的做法可能是受到了大唐的影响。好了，看完茶马古道，咱们回去吧，我还没吃饱呢。我刚端出来的酸奶和风干牛肉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嘿嘿，这是个小秘密。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酸奶，稠稠的，还有一层黄黄的奶皮，奶味好香好浓啊。哇，肉干好硬啊，我的腮帮子都嚼酸了，不过还挺好吃的。小哈，这可是生牛肉哦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吃生肉，老师说里面有很多细菌和寄生虫。放心吧，西藏海拔很高，天气寒冷，空气稀薄，许多病菌不能存活，再加上这里日晒强烈，有着最好的天然杀菌剂紫外线。这些风干肉虽然是生肉制作的，但在常年累月风干的过程中已经安全多了。不过现在食物储藏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藏族家庭已经很少吃风干肉了。再说了，传统的藏族人也并不爱吃肉。不爱吃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藏族人信佛，佛祖说了，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，有时候身体需要不得不吃一些肉，但我们真的不忍心杀生啊。而且我们一般就是吃点牛羊肉，不吃小鱼小虾。我的阿爸说，一头牛可以供一家人吃一年，可是一顿饭就会吃下几百上千只虾，伤害的生灵太多了。我明白了，下次我请扎西尼玛来家里做客时，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准备鱼虾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礼物，入乡随俗。不同的饮食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前，要先打听一下当地的习俗和饮食习惯，尤其是多民族地区，无论是去别人家做客还是自己请客，都要尊重对方的饮食习惯，这样不同的民族才能和谐共处。亲爱的同学，请你查一查，除了藏族，其他少数民族还有哪些特殊的习俗和禁忌呢？我们下次课再见。
更多精彩课程，请下载 AHA School APP。